己是少林寺和尚。我们这行装瞎子要翻白眼，装和尚就要把头剃光了，那些傻瓜就会上当，还不把少林的功夫使出来。现在是少林王八功啊。你明知道我不会功夫吗？那你去学。当然去学，去少林寺。36房你是哪一房啊？当然是厨房了。小僧是北少林派到的官母。你拉我衣服干什么？贫僧三德，拜你为师，收我做徒弟吧。少林寺10年1次大修，本房的厨房就由你负责来搭了。啊，叫我一个人搭猪棚啊？我搭好了。这是什么功夫？搭棚功夫。我是少林周仁杰。